Yes!
真没想到你居然能活这么久，我开始还担心你只是一个难堪大用的废物，看来邪神大人的眼光的确不错。我杀了你！这两下子还妄想着阻拦我，你笑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已经变成了完美的容器。什么容器？你在跟谁说话？你也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这个声音，你是无面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无缘无故帮助我，肯定另有所图。你不也是凭借我的帮助才一路来到这里的吗？倘若没有我，你早就不知身死何处了。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相互利用，各取所需而已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吧，也算是在你临死前解开你心头的疑虑。这一切的开始要从我封印了混沌邪神说起。
当年我与皇甫云昭经历数十日的鏖战，终于合力封印了混沌，而后其元神就被封存在我二人体内。我的肉身因无法承受强大的反噬而陨裂，但灵魂却因融合了混沌的元神而得以永存。为了复活自己，我四处寻找强大的肉身当作容器。你们幽魂族人的身体本就异于常人，而你又是幽魂圣子，生来便拥有支配嗜血咒印的潜能。所以，你为了得到我，杀光了我的族人。不错，黄浦云昭那个无耻之徒，竟然将你们兄妹二人救下，寄养于万法归宗门之中。无奈我当时的力量尚不足以攻破门派森严的防守，只能悻悻作罢。十年之后，我联合了灵虚教，终于攻破了万法归宗门，掳走了你的妹妹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去救她。那你为何不直接抓走我？哈哈哈。我还是高估你了，我以为你经历了这一路的历练，会懂得个中道理。现在看来，你不过是一个只知杀戮、不安心术的莽撞少年。我让你接受试炼，在你身旁指导你、帮助你，就是为了充分激发你的潜能，提升你的力量。使我的魂魄能够附身在一个更加强大的肉身上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说，我们之间终有一战了。放心，看在你我曾经并肩作战的份上，我一定会用最直接的方式了结你，让你少受些痛苦。你的痛苦、悔恨、疯狂都无济于事，所有的杀戮皆因你而起，所有的人皆因你而死。
是你嗜血瘾的力量吗？不要忘了，是谁教会你使用这种力量的？今天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嗜血瘾中最残暴的妖术。Go!